阳翠，纯洁维花娱乐活动。这一次的活动，我们与正源的厨霸开始出发，最后上京由我们三个村平邑、普洱、北阳联合在我们北阳广场举行一次文旗活动。在这里呢，首先我代表群党支部区委会向普洱区党支部、平邑区党支部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我们三个区的排练，从前头开始报名的达到了40人的演员要演，经过我们的挑选，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是匮乏了20余人。这一次呢，啊，普洱的日照中心给我们这一次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尤其是咱们日照中心的负责人侯明泰老师，啊，给我们少暖气，啊，少看水，啊，确实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同时呢，我代表区党支部区委会对今天参加今天这次活动的全体演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了搞好这次的活动，啊，丰富多彩，我们特聘请了临沂县美术团国家一级老师范林老师、国高级老师、国家的二级名演胡平、李小朵、陈建民，啊，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咱们现场，我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同志们，正月的初一，区长常一刚同志代表区党支部、区委会给大家拜了年，又安排了2017年我们党支部区的两大工作。两大工作的特点，第一，我们要开始筹划啊日照中心。大家都知道普洱办个日照中心，做现在的国家就对农民人民的关怀，办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解决咱们孤寡老人啊吃饭睡觉的问题，啊，贫困的老人。年前呢，我们去年呢把楼房定的花了6万多块钱已经封好了，就是说在3月份我们即将通过对里面进行修缮，对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呢，有请普洱村的这个姚向泽给大家表演《父亲见爸爸》选段。这样听的父老乡亲啊，临近的父老乡亲，演得好，唱得好，给点掌声啊！唱得不好，俺人民听了不大安心啊！哎，爸爸。
全家苦，花钱好似水流淌啊！医生说，这是亲人肾脏最理想，我与配型他难道有为那桩，看不透他心里到底咋想，给不能退不能，实在我那
你还是回家歇一歇吧。哦，我要到大队见了王支书再说。精心点的。哎呀，这我知道，你就不要操心了。开发家，
志小春到咱家选段。
从小春到咱家选段。秀秀是唱得这么好，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唱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催官带给大家。
用胡子装头发，撅小嘴瞪小眼，口不声声把我在身